7月23日9时44分，进入大暑节气。大暑，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意为炎热至极，其正值农历6月中旬，一年过半，故又称半年节。此时阳气鼎盛，骄阳似火，湿热难耐。炎炎盛夏七月，时令盛产苦瓜、丝瓜、小黄瓜、冬瓜等各种瓜类，而瓜类多半属于寒凉性食物，有清热泻火的作用，可以说是消解暑热的首选哦。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，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大暑给人的感受就只有一个字，热。在上蒸下煮的日子里，怎么才能感受到一丝清凉呢？乐天先生告诉你，心静下来，你就能感受到清风凉意。最热烈的夏天已经来到，愿朋友们能守一份清静，度一场清欢。